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加八。好，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一次。同样的，男右女左脚点地，准备做一个开步的动作，预备开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紧接着要为各位介绍第一段花步的分解动作，舞伴做一个预备舞姿，男士右脚后点，女士左脚前点，男士前进，女士后退，做一个开步的动作，预备开步。接下来男左右脚开始，男进女退，引导女士做一个扇形步，一二三加四，好，带领女士做一个扇形的动作，二二三加四，打开扇形。接下来第三小节一样基本步，同时男士要引导女士准备右转，三二三加四，男士右手挡住女伴，让女士在手下右转身，做一个右转三加四。好，以上动作我们再示范一次，带领女士做一个基本步扇形，预备开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转身七八。这时候舞伴牵双手，男进女退一个基本步，一二恰恰恰，同时两手向外翻，引导女士做一个右转身，一二，男右女左脚一起向前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左右脚开始继续前进，两个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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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以上动作我们再重复一次。好，我们从一个开步，同时接手，预备开步，做一个基本步恰恰恰，引导女士踏转，一个恰，两个恰，三个恰。接下来女士右脚前踏，左后转，做一个回旋，男士跟随女伴，一二。好，接下来动作右手相贴，男士左脚开始做退后恰恰恰恰恰，继续第二个恰恰，再做一次第三个恰恰，最后男士用右手轻轻的引导女士右转，同时男退女进一个基本步踏转恰恰恰。好，以上动作我们再连续示范做一次，男生左脚进，女士右脚退，开始一二恰恰恰，引导女士手下右转身，二二半圈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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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，总共三个恰恰。接下来做让女士一个基本步回转踏转，男右脚，男生准备退后，右手贴，左手贴，开始一个恰，两个恰，三个恰，帮助女士右转身，转身，重复一次，一二恰恰恰踏转，一个恰，两个恰，三个恰，回转，一个恰，两个恰，三个恰，转身恰恰恰。我们现在要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一次这个分解动作。同样的，将预备舞姿做好，男士右脚前进，女士左脚退后，做一个开步，预备恰恰开步。接下来男士做基本步，引导女士扇形步，一二恰恰恰扇形恰恰，打开
接下来引导女士做基本步，同时男士左手准备挡住女伴，一二挡女伴，让女士手下右转身，右转恰恰恰，最后同时接双手。以上动作我们再连续示范一次，用基本步引导女士做一个右转，预备开步，一二恰恰恰，扇形恰恰恰，基本步恰恰恰，接双手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士进一个基本步，女士右脚退，一二恰恰恰，双手一起向外翻，女士前踏转身踏右转半圈恰恰恰，继续男左右脚再向前两个恰恰，第二次恰恰，再一次，第三次。好，接下来引导女士回转踏转，接下来右手相贴，右手贴左手贴右手贴，同时男退女进三个恰恰，最后男士右脚退一个基本步，引导女士右转身，右转牵双手。以上动作我们再连续示范做一次，一二转半圈，转半圈，一个掐，两个掐，三个掐，回转，一个掐，两个掐，三个掐，转身恰恰恰。以上动作我们从头开始。好，预备舞姿做好，预备开步，一二恰恰恰，扇形恰恰恰，基本步右转身，右转牵双手，一二恰恰恰，踏转半圈恰恰恰，恰恰恰恰恰恰，回转，右手贴左手贴右手贴，转身恰恰停。现在为各位介绍第二段花步的节拍，舞伴将预备舞姿做好，预备开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，换方向，我们换一个方向为各位再示范这第二段花步的节拍，预备开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现在为各位介绍第二段花步的分解动作，
同样的，舞伴预备舞姿做好，男妓女退一个基本步，预备开步。接下来男生左脚开始引导女士做一个扇形步，一二恰恰恰，带扇形恰恰恰，并扭恰恰停。接下来这里做一个手窗，男士准备引导女士做一个左转身，左转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士引导女士男左右脚一起前进，一，这时候注意你男生的膝盖跟女伴的大腿以上都要夹紧，二，重心一回男右女左脚，二，做一个侧恰恰恰恰恰，同时换牵男右女左手反向，一，同时这时候膝盖以上准备夹紧，二，重心一回男左右脚，二，男右女左脚反向做一个恰恰恰恰恰恰。以上这个动作我们连续再示范一次，一二恰恰恰，二二恰恰恰。接下来的动作男生一样，但是要帮女士做一个右转身左转身，预备开始，一二右转身，二二左转停。好，这个动作男士要帮忙女士，让女士稳固重心，再示范一次，一二恰恰右转，二二恰恰左转，最后做一个前进，一二男左右脚画弧踏并踏，这个动作好，最后让女生手下转身恰恰恰。以上动作我们连续再示范一次，预备开步，一二带扇形扇形步恰恰恰，基本步左转身左转恰恰恰，基本前交恰恰恰，第二次恰恰恰，小姐右转恰恰恰，小姐左转恰恰恰，一画弧恰恰恰，转身恰恰停。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为各位再示范这第二段花步的动作，预备开步，一二恰恰恰，扇形恰恰恰，基本步恰恰停。好，男士引导女士左转左转恰恰恰，男左右脚开始做前交叉恰恰恰，牵男右女左手反向，二二恰恰恰。注意以上动作男左右脚开始停，这时候膝盖以上要做夹紧的动作，二，重心一回男右女左脚，二，好，再做一个侧的恰恰恰恰恰，反向，一二恰恰恰。好，接下来让女士一二右转圈，一二左转圈。好，以上连续动作基本步两次，带领女士转基本步恰恰恰，基本步恰恰恰，小姐右转恰恰恰，小姐左转恰恰恰。接下来做一个前交叉画弧，一画弧恰恰恰，让女士右转恰恰停。Thank you.
县工业会职训招。预备开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七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换方向。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一次。预备开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七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接下来要为各位做第三段花步的分解动作介绍。舞伴将臂式舞姿做好，预备，恰恰恰。男生左脚开始，引导女士做一个扇形步，一、二，恰恰恰，扇形步 ，n 恰恰恰。接下来让女士并脚，并脚走右转身，右转，恰恰恰。最后换成牵右手的舞姿，男进女退一个基本步，一、二，恰恰恰。这时候手掌朝着对方，让女士手下右转到男士的右侧，右转，恰恰恰。接下来男生左脚前进，女士右脚退后，做一个扭转的恰恰，一、二，恰恰恰出去。好，带女士呈扇形，扇形步，恰恰恰。以上动作我们再示范一次，让女士手下右转到男士右侧这一段，预备开步，一、二，小姐转，右转，恰恰恰，男进女退，恰恰恰，带领女士呈扇形的动作，一、二，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士左脚前进基本步，女士并脚以后，恰恰向男士靠近，一、二，恰恰恰。男士右手挡住女士的右腰，女士左脚前交叉基本步，一、二，恰恰恰。以上动作我们再重复一次，并扭，恰恰恰，前交叉，恰恰恰。最后做一个基本步，引导女士右转身，一、二，恰恰恰，右转，恰恰停。我们现在要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一次。首先一样的，将预备舞姿做好，预备恰恰恰，基本步带扇形，扇形恰恰恰，基本步右转身，右转牵右手，在引导女士做一个扇形以后，换成牵右手舞姿，男士左脚进，女士右脚退，做一个基本步，一、二，恰恰恰。最后手掌朝着对方，引导女士在右手下右转身到男士的右侧，一、二，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士右手引导女士做退后退踏，恰恰恰。好，做一个扇形的动作，扇形，恰恰恰。以上这个动作我们再示范一次，从牵右手开始，预备，恰恰恰，基本步右转身，右转，恰恰恰，男进女退，扭转身，扇形，恰恰恰。接下来女士并脚，男士左脚前进做基本步，基本步挡女伴，挡女伴，恰恰恰，重复一次，恰恰恰，挡女伴，恰恰恰，最后一次，恰恰恰，右转，恰恰停。
在介绍这三段花布之后，现在我们要将这三段的花布配着音乐的旋律把它组合起来。现在为各位介绍第四段花布的节拍。首先，舞伴将预备舞姿做好，男进女退，做一个开步开始。预备开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我们现在要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一次。预备开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在为各位介绍节拍之后，现在要为各位分解这一段的花布。首先，舞伴面对面预备舞姿做好，男进女退，做一个基本步，预备开步。接下来，男生左脚进，女士右脚退，引导女士呈扇形舞姿，一二三四。第二小节继续引导女士走成扇形，二二呈扇形。接下来做一个基本步，男士从女士后方交叉换位，一二换位置。这时候左手相牵，女士准备左脚退后，做一个基本步退后，男士右脚前交叉，不牵的手可以高举，一二换位置。好，接下来换成右手，同样的，接下来女士右脚退后，男士左脚准备前交叉，一二换位置。好，以上动作我们再重复一次，女士左脚退开始，男士前交叉，一
二交叉，二二交叉步。接下来再做一次，女士一样，左脚退后一，男士右脚前交叉一二，换回来变成右扇形的姿势。接下来引导女士手下右转身，结束这一段的花步。一二，恰恰恰，右转，恰恰恰。以上动作我们再重复一次，基本步变扇形，扇形，恰恰恰。一二，牵左手，牵左手，恰恰恰，换牵右手，恰恰恰，再牵左手成扇形，并脚右转身，转身，再一次，基本步恰恰恰，带扇形，恰恰恰，一二恰恰恰，牵左手恰恰恰，牵右手恰恰恰，牵左手恰恰恰，基本步恰恰恰，右转换方向。我们现在要换方向，为各位再分解这一段的花步。同样的，取臂式舞姿，男右脚进，女左脚退，预备开步。接下来男生左脚前进，女士右脚退，带女伴成扇形舞姿。一二恰恰恰，扇形恰恰恰。好，接下来女士并脚做一个基本步，男生从女士的后方经过换位。一二恰恰恰，这时候牵左手，女士左脚后退，男士前交叉。一二恰恰恰，手换位，同时换牵右手，再重复反向。一二恰恰恰，第三次男士一样前交叉，女士后交叉，最后拜成扇形舞姿结束，并扭右转身，转身，再一次，一二恰恰恰，扇形恰恰恰，并走，牵左手，左手牵恰恰恰，右手牵恰恰恰，左手牵成扇形，基本步右转身，转身恰恰停。舞伴面相对，取预备舞姿，预备恰恰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，重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接下来要为各位做这一段花式的分解动作，
午饭面相对，男士右脚前进，做一个开步的动作，预备，恰恰恰，引导女士走下，做一个右转的扇形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，恰恰恰，扇形，恰恰恰，基本步，恰恰恰，右转，恰恰恰。好，接下来男左右脚退后一个基本步，退踏，恰恰恰。男右女左脚反向踏转，恰恰恰前进。好，以上这个动作我们再做一次示范。从男左右脚退后开始，退踏，恰恰恰，踏转，恰恰恰。转是以男左右脚为轴心转。接下来男左右脚点舞伴面对面，脚尖、脚跟点出去。男左右脚退后一个夹脚的恰恰恰，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右女左脚后点，点点，恰恰恰前进，恰恰恰。接下来男生左脚开始一个踏并侧恰恰，引导女士做一、二，恰恰恰。最后女伴手下右转，右转，再一次，一、二，呈扇形，扇形步，恰恰恰。基本步，恰恰恰，右转，恰恰恰，男左右脚退后，退踏，恰恰恰，男右女左脚踏踏，以男左右脚为轴转，恰恰恰前进，恰恰恰，男左右脚原地，脚尖、脚跟退后，恰恰恰夹脚，男右女左脚后点，点点，恰恰恰前进。接下来向前，男生踏并一个侧恰恰，让女生走走，恰恰恰，引导女士手下右转，恰恰恰，再做一次，一、二，恰恰恰，扇形，恰恰恰，基本步，右转身，右转，恰恰退，退踏，恰恰恰，踏转，恰恰恰。脚尖脚跟退恰恰，点点恰恰恰，走走恰恰恰，小姐转再一次，一二恰恰恰，扇形恰恰恰，基本步右转身，右转恰恰恰，退踏恰恰恰，踏转恰恰恰，脚尖脚跟退恰恰，点点恰恰恰，走走恰恰恰，转身恰恰停。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第六段花步的节拍。舞伴面对面，预备，开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
五六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，继续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。零六九，真善美舞曲教学录影带，由全国冠军名师。三二零。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第一段花步的分解动作。首先，舞伴面对面，男士右脚后点，女士左脚前点，预备做一个开步恰恰，预备恰恰。接下来，男生左脚起，女士右脚退后，连续做三个恰恰的基本步，预备开始，一二恰恰恰，二二恰恰恰，三二恰恰停。第四小节，男士左手高举，引导女士手下做一个 spot turn， 男士右脚退一个基本步，一二恰恰恰。接下来放开男左女右手，最后做退踏恰恰恰，换边做退踏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左女右脚退后，做退踏的基本步，退踏一个恰恰，两个恰恰，三个恰恰。接下来反向做回去，退踏一个恰，两个恰，三个恰。以上连续动作我们再为各位示范一次，预备，退踏恰恰恰，恰恰恰，恰恰，换边退踏恰恰恰，恰恰恰，恰恰恰。接下来两小节，男士引导女士在男左女右手下做一个左转身，再右转身，左转恰恰恰，右转恰恰恰。以上连续动作看我们两位老师示范一次，预备开始，一二恰恰恰，二二恰恰恰，三二恰恰恰，手下转恰恰恰，退踏恰恰恰，退踏向前进，退踏一个恰，两个恰，换边退踏一个恰，两个恰，手下转，手下左转恰恰恰，手下右转恰恰停。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第一段花步的分解动作。预备恰恰恰，一二恰恰恰，二二恰恰恰，三二手下转，手下转，接手停。好，男左女右脚退后，做一个 hand to hand 的基本步，一二恰恰恰，换边二二恰恰恰。接下来退后做前进三个恰恰，退踏一个恰，两个恰，三个恰。反方向重复以上动作做回来，退进一个恰，两个恰，三个恰。最后女伴在男左女右手下左转身，右转身，结束第一段的花步。左转恰恰恰，右转恰恰停。Thank you.
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第二段花步的节拍，舞伴面相对，牵男左女右手，做一个开步，预备开步，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我们先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第二段花步的节拍。预备开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为各位介绍第二段花步的分解动作，舞伴面对面，男士右脚后点，女士左脚前点。首先，男士右脚前进，女士左脚退后，做一个开步，预备开步。先男生左脚进，女士右脚退，基本步，带领女士呈扇形的舞姿，一、二、三和四，引导女士走成扇形的位置，二、二、三和四。接下来女士并脚做一个扭转，并走，恰恰停。这时候舞伴成一个手窗，舞伴从手窗互看，男士引导女士左转身，左转，恰恰恰。接下来做纽约步两次，前交，恰恰恰，换牵手，二二。恰恰恰，再做一次，第三次，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右女左脚前交叉，前交叉。第二拍重心移回男左女右脚，二，做一个反向的恰恰恰，恰恰恰。我们现在约步开始连贯起来，预备，开始。第一次，恰恰恰，第二次，恰恰恰。第三次前交叉，前交叉，恰恰恰。接下来女伴在男左女右手下做一个 sport turn 左转身，左转，恰恰恰。最后一小节女士右转结束我们第二段的花步，右转，恰恰恰。以上我们连续动作一起来，从开步的地方开始，备开步，一二恰恰恰，二二恰恰恰，三二带左转，左转纽约步，第一次前交叉，第二次前交叉，第三次做箭步，箭步成手下转，带左转，恰恰恰，带右转，恰恰恰。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分解第二段的花步。同样的，男士右脚后点，女士左脚前点，准备做一个开步，预备开步，基本步带扇形，扇形，恰恰恰，并走，恰恰停。这里男士引导女士到男士的前方做一个手窗的动作。第四小节男士引导女士做一个左转身，让女士走走，恰恰恰。接下来做一个前交叉纽约步，第一次注意你这时候膝盖以上一定要夹紧。第二拍移到男右你左脚重心，二，再来做一个侧恰恰，侧恰恰，换牵男右你左手反向，一二侧恰恰，
第三小节继续，第三次侧恰恰，那用你左脚前交叉，前交叉侧恰恰。接下来引导女士在男左女右手下做一个 sport turn 左转，最后再做 sport turn 右转，结束我们第二段的花步。手下左转恰恰恰，手下左转恰恰停。新竹县工业会职训招生，各舞伴面对面，男士右脚后点，女士左脚前点，准备做一个开步的动作，预备，恰恰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四二三四五六七，换方向。我们先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第三段花步的节拍。预备开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。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在为各位介绍第三段花步的节拍之后，紧接着要为各位介绍它的分解动作。五，男生右脚后点，女士左脚前点起，准备做一个开步，预备开步。接下来同样的，男士左脚进，女士右脚退，男进女退，引导女士呈扇形，一二恰恰恰，扇形恰恰恰。接下来再做基本步，引导女士准备右转身，一二挡女半，引导女士手下右转，右转恰恰恰，变成牵双手的姿势。接下来男进女退，男士左脚进基本步，女士退，一二牵双手，男士右脚退基本步，同时双手引导女士向右转，二二恰恰恰。接下来女士右脚绕男生起步，男生左脚基本步，女生右脚开始走，一二恰恰恰，最后手下转身，转身恰恰恰。以上我们连续动作再为各位示范一次，预备开步，基本步恰恰恰，扇形恰恰恰，基本步带右转，右转牵双手，牵双手小姐右转，右转绕男伴，绕男伴恰恰恰，手下转恰恰停。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这第三段的分解动作。
预备开步，基本步，带你扮成扇形舞姿，扇形恰恰停。接下来男士左脚进，女士退，引导女士手下准备右转身的动作，右转，右转，恰恰恰。这时候舞伴牵双手，以上我们动作再示范一次。预备开步，一二，恰恰恰，扇形恰恰恰，基本步右转身，右转，牵双手。接下来牵双手，男生左脚前进，女士右脚退后，做一个基本步，一二，恰恰恰，男士双手向外翻，准备引导女士右转身，右转，恰恰恰，男生原地基本步，引导女士绕男伴走，一二，恰恰恰，让女士在手下右转，恰恰恰。很快的为各位介绍完这三段又实用又好看的恰恰花步之后，我们先要将这三段的花步组合起来，配上音乐的节奏。现在要为各位介绍第四段花步的节拍。
首先舞伴面相对，牵男左女右手，男右女左脚，这时候点在男后方女前方。好，预备，恰恰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现在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介绍这节拍。预备，恰恰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为各位介绍第四段节拍之后，现在紧接着我们要将这第四段的花步为各位分解动作。同样的，男士右脚做一个基本步，女士退，恰恰恰。接下来男进女退一个基本步，一二恰恰恰。男士右手在女士的肩胛骨的地方，准备男士带领女士，再做一次。预备，恰恰恰，一二恰恰，出去，男生右脚后夹脚，女生走走，恰恰恰，绕一圈。以上动作我们再为各位示范一次。预备，恰恰恰，一二恰恰恰，现男士右手在女生的肩胛骨的地方，带领女士旋转，走走，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士左脚前进，女士右脚退后，退进，恰恰恰。这个动作再看我们两位老师示范一次。预备，开始，一二恰恰恰，带转，恰恰恰，基本步，恰恰恰，前交，恰恰恰，基本步，恰恰恰，前交，恰恰恰，基本步，恰恰恰，右转，恰恰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加八。现在我们要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做这第四段的分解动作。预备，开步，基本步靠右腰。接下来男士右脚走走，恰恰恰，女士前进一个基本步。接下来男生进，女生退，打开女伴，一二，带女伴进来，恰恰恰。这个动作我们从头再为各位示范一次。预备，开步，一二，恰恰恰，绕圈，恰恰恰，打开，恰恰恰。这时候重心在男左女右脚上。再看一次示范。预备，开始，开步，一二，恰恰恰，绕圈，恰恰恰，男进女退，恰恰停。接下来男士右脚退一个基本步，女士左脚起一个基本步，带成扇形，一二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士左脚前交叉，女士并脚，一二恰恰恰，男士右手扶着女士右腰，让女士左脚前交叉基本步，一二恰恰恰，再呈扇形的位置。以上动作再重复一次。一二恰恰恰，
前交叉，恰恰恰，基本步右转身，右转，恰恰恰。以上我们将第四段的花步我们串联起来，为各位示范一次。预备，开步，一、二，互绕，绕圈，恰恰恰，男进女退，恰恰恰，带扇形，恰恰恰，基本步前交叉，挡女伴，恰恰恰，再一次，恰恰恰，前交叉，恰恰恰，基本步带右转，右转，恰恰停。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第五段花步的节拍，五伴面相对，预备，恰恰恰，一二，带扇形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五六七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一次。预备，开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现在为各位做第五段花步的分解动作介绍。舞伴面相对，男右脚后怼，女左脚前点开始，做一个开步，预备，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左脚进，女右脚退，用基本步把女伴带成扇形，一二恰恰恰，带扇形，恰恰恰。接下来女士右脚并左脚前交叉的基本步，引导女士准备基本步，恰恰手窗，带领女士左转，左转，恰恰恰。接下来动作，左脚前进，一二纽约步，这时候舞伴双手互握，男右你左脚前交叉，一，男左右脚并起，同时双脚微蹲，二三的时候向后跳一步，四，男左右脚前踏。以上动作我们从前交叉纽约步开始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恰恰恰，一二三四。接下来男右女左脚向前踢，踢勾向反向一个恰恰恰，男左右脚前踢勾转恰恰，右女左脚开始两个恰恰恰，恰恰恰，男左右手高举引导女士右转身，右转恰恰恰，
我们连贯一起来，一、二，带扇形，扇形，恰恰恰，基本步左转身，左转前交叉，前交叉，牵双手，交叉并退踏，踢勾，恰恰恰，踢勾，恰恰恰，恰恰恰，恰恰恰，小姐右转，恰恰恰。我们现在要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一次。预备开步，基本步，恰恰恰，扇形，恰恰恰，基本步左转身，左转恰恰恰。好，接下来男左扭脚开始准备前交叉，纽约步，恰恰恰，这时候双手互握，男右你左脚准备前交叉，一，男左扭脚并同时双脚膝盖微蹲，第三步双脚后退，退，第四步往前踏。以上动作我们从纽约步开始接起来，一、二，恰恰恰，交叉并退踏，男右你左脚前踢踢，勾转恰恰恰，换边勾转恰恰恰。接下来男右你左脚连续前交叉恰恰，做两次，最后你半手下转身恰恰恰。县工业会职训招生，各恰的花布的节拍，预备，咔恰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七八，五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七二三加四。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，为各位再示范一次。预备，开步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二三四。第六段的花步稍微长了一点，只要各位能够用心观赏，想必一定没有问题的。现在让我们两位老师为各位分解这一段的花步。首先重心在男左扭脚上面，同样的做一个开步，预备开步，男左扭脚开始带领女伴呈扇形位置，一二恰恰恰，
二二恰恰恰。第三小节一样的做基本步带领女士，但是准备右转身，基本步恰恰恰，挡好女伴，带领女士手下右转，同时男士的右手去接女伴的右手，转身，右手去接女伴的右手，变成所谓的维沙维尼的舞姿。再重复一次，预备开步，一二恰恰恰，二二恰恰恰，三二空中换手，换手恰恰恰，最后右手相牵，左手在前，男左右脚开始退后基本步，退内转半圈恰恰恰，向反向重复以上动作，退进恰恰恰，接下来男左右脚退后前进三个恰恰，退踏一个恰恰，两个恰恰，三个恰恰，以上动作再让我们重复示范一次，从退后内转开始，预备开始，退内转恰恰恰，换边恰恰恰，退踏一个恰，两个恰，三个恰，接下来双手高举，准备引导女士右转身，同时男生退基本步，舞伴换位，退退换位置，这时候男士右手在右肩上，左手在前，变成男前女后的位置，接下来男生左脚退基本步，女士右脚前交叉，基本步换位置，反向重复以上的动作，一二恰恰恰，以上动作再重复一次，退踏恰恰恰，退踏恰恰恰，接下来男生左脚开始退基本步，女士右脚走一个基本步，一二恰恰恰，将右手放掉，让女士右转恰恰恰，以上动作我们换一个方向为各位再示范一次，预备恰恰恰，基本步恰恰恰，扇形恰恰恰，基本步右转身，空中换右手恰恰退，退踏恰恰恰，退踏恰恰恰，退踏一个恰，两个恰，三个恰，转过去恰恰停，接下来女士右脚前进，男退女进恰恰恰，换边恰恰恰，带转恰恰恰，解开恰恰恰。特别将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段花步介绍给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将这些花步用很技巧的方式将它串联起来，为各位示范。
三、四、五、六。